點解要食素呢？其實今天是天赦日，所以就食素。今天是天赦日，所以我就将这个龙王坛城就是放落海做这个布施的。刚才我已经念了经了，现在我就将这个龙王坛放落海做这个仪式。这个福报是非常之大的。好了，我们掉落海之前再一次感谢他，感谢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将它放落去。感謝。今天天赦日，當然是來到做什麼拜神啦。我們一起